我是来救你的。小马，你受伤了。是王善全的血，我杀了他。哼，厉害！我大姐的妹子果然不一般。你也别害怕，第一次杀人呢就是这样，不太习惯，很正常。把那坏人的血擦干了，就没事。你跑掉了，不知道吗？我还以为你打算这辈子把自己关在这房子里，永远不出来。现在不也走出来了吗？这样多好。